娱乐热点、明星八卦，尽在新势力娱乐。要说现在当红的小花旦有谁，大家肯定能想到赵丽颖吧？她现在可真的是火得一塌糊涂，而且自从《花千骨》这部电视剧播出以来，大家就深深的爱上她。这位来自农村的小姑娘，被完全没有背景、没有人脉，更没有背后的金主支持，从小配角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红花旦的位置，这背后的努力和辛酸，恐怕也是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呀。如今的赵丽颖也算是苦尽甘来了，一年的收入差不多有4亿，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。即使赵丽颖现在也算是个小富婆了，但是从来没有忘本。光是家乡修路，再加上做慈善，这精神真的是让人佩服。咱们大多数看到赵丽颖都是光鲜亮丽的，穿着漂亮的礼服，画着漂亮的妆容。但只要每次回到农村老家，赵丽颖就会卸妆。以前有人问过她为什么，赵丽颖说：“我是怎么出来的，就应该怎么回去。在外面我是个明星，回到家里我只是个女儿，在农村做农活。她为什么要打扮得那么漂亮呢？”赵丽颖这话一出，让很多人感慨她非常的诚恳，觉得我也有感叹落泪。汪本才是她这么火的原因，这么可爱也真是赵丽颖，你们喜欢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。